今日是12月29日，今日教会礼仪的读经是《约望一书》的第二章3至11节，主题都是继续约望发挥他这份神学 的一个思想，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对垒，生命和死亡。今日呢个主题就少少讲系就系凡即系爱自己嘅弟兄咧，就系生活响光明之中。如果唔系咧，就系相反响黑暗度。福音咧就系路加福音嘅第二章22至35节，呢度就系讲到即系圣母咧，玛利亚就系行取洁礼咧，亦都系响殿嗰度咧就系奉献呢个即系小耶稣啊，咁就遇到呢个西麦安。咁西麦安咧就好惊叹啊！即系因为圣神咧答应咗佢咧，佢未死之前咧就会亲眼看见啊！即系以色列嘅救援嘅吓，即系会睇到呢个麦西亚。咁所以呢度一段系西麦安因为圣神嘅触动咧，甚至乎同圣母咧就预言咗呢个救世主嘅出世，但系亦都有一把利刃咧要刺透圣母嘅心灵。今日当我默观这个两段经文的时候呢，就都是继续被约望福音约望一书呢那个光明和黑暗呢就是被吸引。特别有一句呢就是触动我呢，就是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生活在光明之中。对他呢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但是呢，如果老恨自己的弟兄呢就是黑暗之中，而且呢就会迷失了找不到方向。或者在这个概念上，光明和黑暗，就是在这里怎样看这个光明，怎样看这个黑暗呢？相信没什么人会承认自己时常在黑暗之中的。不过我当我看这段经文在祈祷的时候，就很自然浮起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做一段时间我就有一个经历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有少少光明和黑暗这个争持的经历。虽然是很少东西，不过都看到内在有这份争持，一个很微弱的挣扎的声音。就是早段时间在圣堂，就我比较少在那段时间去圣堂，所以那一次呢就在那个圣堂呢就离远呢就碰到一个旧的同学。这位同学就其实很久没联络，也都没什么消息，甚至乎跟我们班这位同学都没什么联系。可能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呢，他就可能跟大家班里面有些误会，所以他就好像有少少脱离了这位我们旧同学的关系网之中。我而且对他都其实没什么特别很好感的。经过那次呢，我都更加好像有少少都不是太愿意跟他联系回这样一种这样的感觉。不过在那一次的经验那里，在教堂见回他，离远见到他，知道他在那里。完了弥撒，我的心就15、16，就是我好不好上去跟他打个招呼，或者跟他倾两句偈呢，样因为很多年都没见到。第一个思想呢都是有少少逃避的，即是我当见不到他就算数，因为反正我都很久都没见他，而且我都没什么特别很多很多感觉，是吗？完了弥撒这份感觉，我就当自己举一个步想离开的时间呢，不过走了几步，个内心又有一份力呢，又好像不是吧，即是在这里刚刚望完弥撒，即是令了圣体这里有一份爱，一份温暖在我心里。不过就在那一刻到呢，就是我的脚步就停了，调回转头呢就是走向这位同学。
啊，咁啊，大家係啦，碰翻面咧，咁就大家都即係互相問候一下，咁關心下大家近況啊，咁樣。咁對方冇乜嘢嚇，不過我自己後來回顧翻呢個經歷嘅時間咧，就係、其實當晚啊做翻一個即係意識省察嘅時間咧，當晚嘅祈禱其實都為呢樣嘢感恩嘅，都為到開心。開心係咩咧？唔係話大家可以相遇啊，或者大家可以互相問候啊，有翻呢份關係。啊，當然重新有翻建立呢份關係咧，都係好嘅。不過內心嗰份滿足同埋喜悦來自我，好似內心有份掙扎咧，我好似嗰刻我好似戰勝咗自己內心呢份好微弱呢份抗拒啊逃避呢位同學好似克服咗呢份。所謂好似呢份半腳石咁樣好似內心嗰份半腳石掹我走咁不過我好似跨過咗我都可以走埋去同佢即係講聲道賀啦問候啦呢份重新建立翻呢份關係呢度我自己覺得開心嘅，覺得即係我覺得主耶穌睇到我呢份行為啊，睇到我呢份心意咧。都覺得係喺兄弟之間係有一種關係啊，一份愛喺度咁所以你有少少體會翻即係所謂光明同黑暗咧，好多時係一線之隔咁可以有陣時自己可以就話離開咗教堂走咗去咁當算啦，冇件事忘記咗佢都可以得嘅。不過正正我做咗相反嘅事咧，我做回顧嘅時間咧，我就覺得呢度為我自己都有啲跨越，可以有一份能力可以戰勝內心嘅一份少少嘅一種黑暗。咁呢個少少經歷咧，可能就係或者幫助自己咧，都如果遇到同時間有啲唔係太清晰黑暗灰色嘅地方咧，都可以攞翻呢種經驗，時常咧可以即係向翻光嘅地方走去。雖然間可能有啲唔係好願意，有啲逃避，不過如果能夠有一種恩寵咧，一種力咧，向翻光明，向翻光度走咧，呢度原來有一份上報嘅，就係內心嘅一份平安，一份自在。呢度都讓我一份力咧，可以面向一啲更加或者更加難接受嘅。關係啦，或者一啲更加困難嘅挑戰啦，呢度慢慢啲操練自己。好啊，今日就約望一書就係提出愛啦，彼此互愛啦，同埋即係彼此嘅兄弟之中姊妹嘅關係咧，其實係好重要。咁耶穌響福音嗰度上教我哋即係佢喜歡仁愛勝過祭獻。不過好多時我哋如果將呢份聖言呢份經驗咧帶翻去我哋日常經驗嗰度，去回顧翻我哋同邊啲朋友、親戚或者其他有一啲關係上嘅自己覺得有啲糾結嘅地方可能呢度放喺祈禱嗰度，問下自己究竟呢度係主有啲乜嘢邀請，需要啲咩力，需要啲咩恩寵，讓我可以重新建立呢份關係。或者喺個適當嘅時間，讓我哋能夠都有呢一份能力，可以去回望自己同其他人嘅一種關係，尤其是兄弟好親嘅人。如果我哋有呢份內心有份逃避、有份抗拒，有份關係上嘅阻隔咧，求天主都幫我哋有一份呢啲咁樣嘅自己醒悟、省察嘅能力，喺光明之中影響呢份關係。好，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度，祝有各位。